现在基隆也出现一名的确诊个案，这名妇人曾经到南部参加进香团。基隆市长林佑昌证实，有两名消防人员因为救护车载送的时候跟确诊者接触，也列为隔离的对象。基隆市府也宣布要实施防疫应变措施，像是流动夜市都暂停营业一个月。至于八大场所则持续的稽查宣导，疫情扩大也不排除停止营业。基隆火车站一大早，环保局人员就开始地毯式消毒，出入口、大厅、售票处以及座位区，由里到外清消，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因为基隆出现一例确诊个案，感染源不明，尽管说是预防性消毒，但民众看到还是难免会担心。太害怕了。那怎么办？戴口罩啊。配合佩戴口罩。广播反复附送要民众戴好口罩，还有基隆市府人员穿梭在夜市里举牌提醒。位在人潮众多的基隆庙口夜市也提前备战加强防疫，落实戴口罩。夜市摊商也再次祭出透明隔板，区隔民众用餐距离。我们就是多洗手，然后各摊位都有控管一下，大家口罩都有戴这样。然后再来就是还有隔板的部分。之前这个隔板就是之前一开始是有做，就是疫情开始趋缓，然后就不需要再做这个隔板。然后现在又疫情又开始又重来之后，然后这个隔板又再拿出来用。疫情不断扩大，基隆市府十二号也召开疫情应变会议。基隆市长林佑昌强调，庙口夜市不会实施十连制，将采人流管制，而防疫全面提升到最高等级。宣布全市大消毒，社区大学长青学院停课一个月，街头表演许可暂停一个月，校园也暂停开放一个月，流动夜市也要停业一个月等措施。至于八大场所则持续稽查宣导，疫情扩大也不排除停止营业。我们基隆市消防局分队的这个同仁除了有两位同仁因为载送病患有这个接受框列跟隔离之外，其余分队的同仁都是正常勤休。另外，这名确诊者曾到南部参加进香团，跟外传他身体不适搭救护车送医，结果车上两名消防员没有穿防护衣，导致全队隔离。而林佑昌是出面辟谣，表示有两名消防员因为载到确诊者列为框列对象，其他同仁正常出勤。记者传讯陈柏宇、吴家宝基隆报道。